我不想走，走。我想陪着你。走，快走。没骗你。 司令，我只过账，不过钱，振宁是知道的，这事儿怎么都赖不到我头上。那孙建成呢？建成已经死了。死人未必就没有嫌疑啊。建成是冤死的。那你觉得内鬼是谁啊？老乌。为什么？南岳和黑王。 肯定是被老乌利用了，失手杀了我们家建成。但是，事情肯定出在老乌那儿。为什么？蓝韵和黑娃看起来虽然很有嫌疑，但是他俩根本就没机会动那几箱金条。你是说蓝韵和黑娃根本就没见过那些金条是吧？是，因为金条的木箱子是通过邮局寄来的，由老乌亲自去邮局。 运到银行的那一天，建成，这在邮局已经验过了，七百根一根不少。可是，吴导，我们这边的程序是……放心吧，把它看好了就行，好吗？走吧。 你是说，箱子在运到银行之前，里边就已经是水罐？是，而且只有老乌一个人去邮局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参加，不是他会是谁？那从邮局到银行的金库是谁接手的？孙建成吧。嗯。那现在孙建成已经死了，当然可以这么说了。何老爷。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就算把我们杀了，我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啊！你接着说。其实，金条运来的第三天，我和建成去过金库，就是因为建成他没有亲眼看到金条，他不放心。 孙建成把他们三兄弟约来想干什么？他就是想跟大家说清楚，想当面跟老吴对质。我还没等到说话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
司令。你觉得是谁？不知道。做几件事情。嗯。一，去所有人的家里找我们的金条，顺便把所有的蛛丝马迹、可疑的东西装箱封存。二，去邮局查老吴的接货地单。三，调查黑娃在凌云县的资产。四，到民团密查来源的所有账目。五，去银行把这些年所有的账单拿回来，记住所有的，去吧。是。黑娃在凌云县城开了赌场、妓院、烟馆，一共六家。我去查过了，所有证据都没有了。证据呢？是他派人去销毁了，这个人被我跟踪了，现在所有的赌场、烟馆、妓院都跟他没有关系了。司令，我看这几百根金条就是黑娃干的。黑娃到现在还能顾得上赌场、妓院、烟馆，那就说明他跟这七百根金条没什么关系，不是黑娃干的，我确定。老吴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金条运到银行以后，你为什么不让孙建成开箱验货呢？这个是我们去邮局找到的你的接货凭单，上面写的根本不是金条，是水管子。听好了，以你的手段买通邮局的人制作一个假的接货凭单很容易。你掉包了，把金条换成水管子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对，不是我。那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不大好。嗯。我本来想把真相烂在肚子里，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说实话。真正骗我们的是查理，他根本没有寄金条。皮特镇给我打电话，亲口告诉他，说查理往风雷镇寄了七百根金条。糊涂！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怎么这么犯糊涂？查理做事滴水不漏。就算他寄钱来了，他凭什么跟皮特陈说？不过是之后的一句话而已。不信的话，你打电话问，问他皮特陈是不是亲眼看见查理把风雷镇的箱子寄出来，是不是亲眼看见箱子里有金条。查理这狗东西，打电话告诉我，要通过邮局把金条寄来。当时蓝玉、黑娃都在，可是我去接货的时候，打开箱子一看，没有金条，全是水管子。我不敢说实话，因为当时大家都顶不住了。我只能告诉大家，上海寄钱来了，我们有钱了，这样我才能稳住来运的民团，黑娃的回龙场。为了保密，我连孙建成都骗过了。如果我告诉他们，寄来的不是金条，是水管子，
疯了刃早完了。福堂，要是你怎么办？真是纸包不住火，你瞒不住了怎么办？拖一天是一天，我真的无能为力，福堂，真的。这话听起来特别可惜，但是你蒙不了我，你蒙不了我。查理，如果想黑这700根金条，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寄什么水管子？给你们打什么电话？做什么其他的事情？他没有必要，他直接把这700根金条拿走不就完了吗？因为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700根金条的存在，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解释？啊？司令，我知道，有800根金条，富有银行的账上一直都有的，上海支行。一直都有这些钱，就是800根金条。有这800根金条是吗？账上的记录是有的，很多年了，但是半年前一下就没了，后来富有银行也就垮了。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福堂，要不是姓在这儿，我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！查理独吞了800根金条。却告诉给咱们寄来了700根，两家银行的往来不可能经过我手，可他偏偏让我去接货，这就是狡猾的查理，他给咱们设了一个局呀。送他们回去。起来。四个人当中，有人干扰我，有人在干扰我，你知道吗？把他们关起来，关在一块儿。是。
快说说吧，这儿没外人，是谁干的，谁站出来？老吴不说了吗？查理干的。他的话能信吗？明明就是推卸，想把水搞浑了。对吧？你说我推卸？好，就算没查理这事儿。 那以前的钱呢？去哪儿？风雷镇是谁管？败在谁手里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不服啊？大哥不在了，我这章应该挂你身上，是不是？你不就是不服吗？大哥走了以后，风雷镇应该归你管，对不对？我管比你好一百倍。嗯，终于有人说实话了，老吴。 你总是自己感觉很好，你是不是觉得比我俩都聪明？是不是？你想说什么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是，最起码比你俩强。对吧？你别笑，你那脑子就是一个木呆脑，我的智商是你十倍。你智商高，我他妈是木头脑袋，你什么脑袋呀？ 别说这没用，就算没金条这事儿，风雷镇不允许开妓院，不允许开赌场，不允许开烟馆，你全干，黑吧？你毁了风雷镇，你该死！我死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不开妓院，不开烟馆，不开赌场，你他妈早饿死了！你不瞎折腾，回去还能有现在吗？我瞎折腾，我现成也是你怎么丢的？啊？ 是哪两个王八蛋先苍蝇眼，整天盯着我？不盯着你，你跑了呢！风雷镇的事怎么跟不到说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出来？现在说的是金条，不是回龙场。老吴，你别老往上扯，心虚了吧？蓝月。 你总愿意替他出头，觉得身上自己没毛病是吧？不查你，不见得你身上是干净的。蓝月，市民团空饷的事，我很清楚。查呀！你现在就查查我哪没拿空饷？查，老吴。 不说，伤感情。咱们现在还剩下多少感情啊？咱们现在还有感情吗？你看说完了没？别扯这些没用的，大哥都说了。 我们都是死过几回的人了，痛快点儿！至于吗？你们三个人是谁？站出来！你把自己宅的挺干净啊，说归说，事儿归事儿，我总觉得你跟孙建成嫌疑最大。早知道你他妈在大哥面前说我坏话，你敢做我不敢说吗？蓝韵，你瞎了你的狗眼！你再骂一句，狗眼！ 黑娃，你走不是原来的黑娃了，我走他妈要揍了你！我，行了，行了，兄弟，让人看笑话，让府堂心寒的。
是谁？啊？是谁就赶紧承认，只要他敢站出来，我老吴跟你一块扛。好，说出来我愿意扛。是谁？我。我凭什么扛？我凭什么扛？我可不扛，我是干净的，我凭什么扛？我不扛，你们要扛，你们自己扛去。你们都别看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大哥瞧不起我。你他妈有问题！我他妈没问题！行了，你这事是我干的，嗓门大，嚷嚷，嚷嚷啊！嚷嚷就有理了是吗？不说是吧？明天一块死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我是无辜的，我被你们牵连进来了，我是无辜的。你觉得冤枉你了吗？孙建成一死，他的嫌疑最大，你不应该扛吗？啊？再说了，孙建成所做的这一切，是不是你指使他？建成是被你害死的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建成要是冤枉的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是冤枉的，你怎么办？你说啊！我拿我的命给他扛！站不住脚了，很冷，特别的冷，我的心都快冻碎了。但是别担心我，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，真的。只是想你。我想了很久，很久很久。那个想害死我的内鬼，就是你。为什么是我？黑娃和蓝云不可能，幸福建成不可能，查理就更不可能。听我说，你们都是我生生死死滚出来的兄弟，都是光明的交情，但是不太一样。黑娃和蓝云是从小跟我光屁股长大的，他
他们俩脑袋里装不出别的东西。他们想杀我，我不信。说幸福建成就更不可能。不说知恩图报吧，就是这么多年他没有想黑我的钱。在风味镇最鼎盛时期，富有银行最鼎盛时期，他们早就可以下手，不必等到现在。这事儿说不通。我说到查理，我们一块儿坐过牢，这层关系别人很难体会。这小子人长得很精，其实心地特别善良单纯。他如果想要钱的话，会跟我直接张嘴要，不会用这种手段。那现在就剩下你，老吴，咱们兄弟俩几十年出生入死的，死了好几十回了，你救过无数次命，但是好像就是心里好像隔着那么一层东西，老说来也荒唐，就像我现在连你真的名字都不知道一样。老吴，这700根金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，拿了就是拿了，现在拿出来没问题，你花了都没问题，只要你告诉我。你算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嗯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人心呐，人心呐，吴大，你这么吓我，他们是兄弟，我不是兄弟。没有任何证据，你为什么这么怀疑我？为什么呀？啊！我懂了。我们心里一直有隔阂，我们始终有隔阂，是吧？啊！就因为距离你产生了疑惑，没有别的，是吧？哈哈。这他妈是什么？这他妈是什么狗屁逻辑啊？是你哥们他想出来的吗？啊！哎呦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哥夫他，我上辈子。我跟错人了，你杀了我心好疼啊，好疼啊！老吴，别他妈叫我，我没有名字。要不让我，要不你从背后一枪打死我！子乔，子
不能。我不查了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兄弟，别走。说个事情，这七百根金条的事情，我不查了，我回来不是为了这个。这件事情不会有结局的，我想我该走了，我错了。我不该查这件事情，我向你们大家道歉，对不起，星儿，哥错了，哥不该打你，他们几个打了就打了，那是个女孩子，对不起啊。蓝玉，你杀了建成，你现在该怎么办？嫂子，对不起。起来，你起来。感谢大家这些年生死相伴，我只有这么多钱了。我不走，我留下。司令，我也不走。我要回美国了，不需要你们了。都走吧，按照自己的想法。建军，弄错了，这不是我的箱子。这谁的呀？这谁的？谁的箱子？黑娃。
查理的钢印怎么在你这儿？什么钢印？我问你呢，查理的钢印怎么在你这儿？司令，查理的钢印。 黑娃的箱子里。对吧？怎么，查理的钢印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东西不是我的。啊，你看看其他东西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搞错了？ 其他东西都是，这个不是。啊，哎，进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当时搜查黑娃家是谁啊？应勇，对，应勇，到。黑娃家是不是你搜的？是，那天司令让我去找金条，还有其他可疑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让我给装箱封存了。我他妈都不知道什么钢印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 我不记得了，对，当时确实有两个钢印，千真万确啊，黑娃哥，司令，你去吧，是。 钢印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他妈谁陷害我？是不是？他妈谁往我家放钢印了？是不是？胡说！你们四个我一起抓的，关在一块儿。 谁掌脚了，跑你家放钢印去？哥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敢说和你没关系？你知道这个钢印代表什么吗？这个是上海富有银行总裁的钢印，还代表着可以执行该行一切的权利。黑娃，查理的钢印在你那儿只有两种可能：要么你和查理串通好了，把金条给分摊了；要么。 你就把他给杀了，你自己独吞金条了！操你娘个蛋！别动！你们他妈谁陷害我？蓝月，我，你们说你们谁陷害我？你们他妈说话呀！谁他妈陷害我？说！ 你们谁陷害我？蓝月，老吴，你们说你们谁陷害我？你们他妈说话呀！谁他妈陷害我？说！啊，这是你设计的吗？ 彭立珍老大的徽章，我忘了哥。司令，我认识。黑娃曾经说过，咱们的徽章不好，
如果他是司令，一定会拿龙头来做标志。李王，你在凌云县开回烟馆、妓院和赌场。哥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。你他妈还撒谎！我早就查过了，你在凌云县开的赌场、妓院、烟馆有六家，你派去销赃的人已经被我抓住了，现在还关在风雷镇呢。他叫王国志，对不对？啊！我早就怀疑是你了，那七百个金条就是你私吞了。是你吗，哥？不是我，是不是你？真的不是我，是不是你？啊！哥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现在就毙了我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啊！你干什么，黑娃？黑娃！吴长官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风雷镇出大事，我这没钱。您给我点时间，有个三年五年的，我一定会翻身。你在跟我耍滑头？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再把我抓回去，我不在乎。既然他不怕死，你们就再走一趟。这一回我要让他永远待在三号。是。秘书长，总裁手谕。哼，早该如此，早该如此。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作废了，国军集结30万大军，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。那风雷镇那边，以国事为重。走，陪我动身，立即去见总裁。老大，我想告诉你件事情。胡宗奶奶西安快顶不住了，共产党的时代要来了。该来的还是要来，拦是拦不住。
谁？魏正先。好，正先呢？说。我知道现在战事很紧，但是有一个绝密的情报，我得马上告。你还记得风雷镇康普达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据可靠情报，他手底下的5000人马要投奔共党，所以你必须……喂，喂，必须什么？喂，喂。敌人发往汉中的密电已经破译。要炸风雷阵。喂，福堂兄弟，我是你大姐夫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得告诉你。再过3分钟，风雷阵就会变成一片火海。哎呦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没有3分钟，还剩2分半钟。你呀，能躲就躲一点啊。电话我就不撂下了，我得听个动静啊。要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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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要炸了，起来。起来，要炸了！魏正先，何福堂，你是人是鬼啊？你谁啊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。七爷，是七爷吗？福堂，你还活着呢？风雷阵没被炸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三个团，从3个方向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插过去。把于四宝的炮团打掉也行，打跑也算。总之，天亮之后，敌人的炮团要是打出1发炮弹来，你们三个就别带兵了。这么说，是你把于四宝给吓退了是吧？你也吓出了一身臭汗吧？谢谢，谢谢，是你拯救了黎民百姓，千千万万，谢谢。你不用谢我，这不是你我的事儿，这是国家的事儿。福堂，你要记住，是人民军队救了你，救了风雷阵。西安就要解放了，陕南也为时不远了。你是个开明的资产阶级，是我们党团结和争取的对象。你手里有队伍，
我要去了，你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吗？借您的人品，共产党的政策，让我深深的佩服。风力镇属于未来，属于新的时代。我早就该醒悟了。说得好。我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劝你，现在看来用不着了。兄弟，好样的。七爷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想你了。咱们俩喝点酒，我向你缴械。会有这一天，而且还有惊喜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哪儿人呀？凌云县丰北镇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何福堂。哎，怎么不敬我酒啊？新郎官哪儿人呀？凌云县丰北镇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何福堂。眼睛怎么那么小啊？真丑、啊、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镇镇长何福堂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缴械。这么多宅子，真舍得捐呀！捐，不光这宅子，我的地、回龙厂、办公大楼、银行、医院都捐。福堂，难为你了。我有什么可难为的？什么都不管了还不好？不难为。
妞妞在成都当老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女儿的事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跟她联系比你多多了。哎呀，瞧瞧你，越老越没个人样。快走吧，烦死了，真是烦。那黑娃哥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呀？什么都没说，光屁股走的。哪天让老吴带着你去坟上看看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烦死了。哎。走了啊。走吧。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，那你别忘了，再次严重警告那些主任蒋介石，我们这儿已经暴露，解放军已经把我们包围了，我们很难再逃出去了。特工人员，今天毛局长在电话里到底什么指示？大彻大悟，西安大势已去，他胡东南无能，向人民投降，也是你我的气数尽。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与人民为敌。主任，不如我们先潜伏下来，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我们再潜伏。嗯，你是让我们打游击呀？你个贪生怕死之徒！说，愿为党国效忠。说，说，愿为党国效忠。愿为党国效忠。看见芳芳了吗？没有。看见芳芳了吗？看见芳芳了吗？看见芳芳了吗？还认识我？看见芳芳了吗？啊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何福涛，你今天来晚了，对不起。走吧。嗯。堂兄，兄弟，爸，you
兄弟。何福堂同志，这宅子里还有你的东西吗？我看看，看看。不是说好不许来学校吗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不许你再来学校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好，我不去了。想吧，怎么想的菜就不流口水？真的不流口水啊？真的很好吃啊。嗯。挺好吃的，行，这还有个样子。给李雪的东西，是我和李雪的东西。是查理写到三号监狱的信，给退回上海了。怎么会在这个项目里？可能是那个Peter Chen。
Tony， 得知你坐牢的消息，我十分遗憾。这封信也不知道你能否收到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国民政府又让咱们的银行买他的国债，我已经买了600多万，一分钱也没能还给我。你知道，我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的。我把银行的账目全做好了，账面上咱们一分钱也没有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有800根金条。我做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给我一点。剩下的700根，我放在水管子里，给你寄过去。你知道我的手段，这种东西不能明着给。Tony， 我明天早晨给你寄去风雷阵。我已经告诉老吴，你放心。好 ，Tony， 愿上帝保佑你 ，Charlie。这些东西都要带走吗？看看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别的吗？骗了所有人，但是你骗不了命。命让我看到这封信，说点什么吧，雷爷。老吴说点什么？哦，对了。金条在哪儿？坐牢的时候，你的宅子空着，我把它埋在你床底下，那里最安全。可是至今，我一根没动。那查理的钢印呢？你刚回风雷镇，我把事情办了，就在第一时间。把钢印放到黑八家。那黑娃死了以后，完全可以把金条拿走，为什么没拿呢？你回来了。
信任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不的，真的不是。我不想黑那个家，不想让你死，更不愿意栽赃黑我。可是就是一念之差，停不下来。遭罪的时候，我把咱们以前的一半钱都用来买药，我查过沙利兵，还给过张院长无数的钱，可真的是捞不出你来。后来知道你背叛了无忌。真的绝望了，真的就绝望了。以前我没有私心，可是自从你进去以后，你对我不公啊！黑娃管着黑龙城，来硬管着民团，孙建成夫妇管着银行，我是集中调。看起来跟过去一样，可是你在，你不在，两码事。没多久，谁都不听。再看看黑娃，把方雷镇搞得乌烟瘴气。我就想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是他呀？黑娃他就是个二愣的草包。你的理想，你的心血，凭什么毁在他手里？查理把金条寄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分给大家，可就在当天晚上，蓝云告诉我，黑娃在县城又买了一个妓院。我一下子想，对他，对风雷镇，对你，我真的死心了。我想我一概拿这笔钱。如果你在里面待一辈子，我拿了这钱，我可以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不后悔。永远是我的好兄弟，我这有另外一个版本。我过去有一个好兄弟叫老吴，他怎么来的风雷镇我不知道，总之他帮我报了复仇，走燕帮，灭八脸，投王三春，晋升海开银行，想大夫，建设风雷镇，跑偏卫中心，等等等等吧。我们的命早就拴在一块儿，后来我被冤枉，投入大狱。被判了，终身监禁。是他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把风雷镇管理得特别好，不惜代价，不辞辛苦，一趟一趟的跑西安。啊，来看我，设法营救我，后来就解放了，人人平等。可他还是跟着我。没有离开我，我后悔了这辈子。这几个兄弟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至于他的真名字叫什么，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在乎他。
扶你走吧。不会走。走吧。我去哪儿啊？甘月，快送我。白月，哥对不起你。别说了，走了，好好照顾福堂。想你了，一想起你，我的心就是暖的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。我一生坎坷，爱恨纠缠的。相信我，李雪。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的，如果不好，说明还没到最后。想你。